挠痒痒。友俊觉得无聊的时候，爸爸轻轻靠近他，挠了挠他的胳肢窝。友俊夹紧胳肢窝，像条小虫子一样逃走了，一扭一扭，一扭一扭。爸爸亲了亲友俊的小肚皮，啵啵啵。友俊把肚皮藏起来，像条小鳄鱼一样逃走了，嗖嗖嗖。爸爸抓住友俊的小脚丫，挠呀挠呀挠痒痒。友俊拼命挣脱，像只青蛙一样逃走了，啪啪啪。爸爸又亲了亲友俊的小屁股，啵啵啵。友俊穿好裤子，像只兔子一样逃走了，一蹦一跳，一蹦一跳。爸爸抱住友俊的脖子，又是抓又是挠。友俊缩着脖子，像只乌龟一样逃走了，慢慢腾腾地爬呀爬，爬呀爬。这里没有乌龟，友俊躲进了妈妈的怀里。忽然，友俊又出现了。